9吨多的网红要追求这个啊，目的多少钱？3800亿，3800亿。哎，兄弟来！哎，二少哥，我等你很久了，等了很久了。哎，等你很久了。意思你让我来看9吨多的石头，就是这个。是啊，够吨的。哦，确实够大啊！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太厚了，4米差不多。高的话，你们看一下啊。我呢，1米75，这个料子呢，大概是有1米4左右的一个高度啊。宽呢，看一下。看什么？它呢1米23，实心非常方正啊。这个料子你们也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料子的皮革非常的紧致，非常的老辣啊，实心也是非常的好。这个料子呢，从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个弥漫体，是吧？是墨西沙长口的比较像啊，但也可能偏一点点长口啊。来，我压灯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表现。这个料子呢，因为也是白天啊，目前来说只能看到一点点黄雾。像这种料子呢，皮很厚啊，而且像这个料子呢，整个料子它是没有什么纹裂的。如果说按9吨重，就是9万公斤，是吧？我们去掉2万公斤的皮，做打手镯，最起码1公斤，我们算它一条有7万条，你们算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料子啊，要值多少钱？兄弟，哎，别的我也不多说，好好跟我讲个价。3800亿，3800亿，3800亿。难道说前面有那么多人来看了卖不掉啊？对呀、啊，3800亿谁买得起？是不是？实在一点讲，这个是没有关系吗？这个我吃东西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不是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倒是如果做个麻将桌啊，那是可以的，把它抠了一开油，或者老哥里面家里面需要一个，是吧？这种做风水的大摆件，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啊。这东西呢是黄金有价，玉无价的东西，真正的是以前可能孙悟空就从这里面蹦出来的了啊。实在的价，何师傅就给你拿下，3000亿了，好不好？啊，3000亿，3000亿，这样子。